山核心产区。你看我这，他说你好，这边已经备注了，可以正常接待。我昨天说了，我们这个有没有你的信息？你看这个里面有。这是张俊五人微信预约，这是我。这个张俊啊，对对对啊，这个空里面是吧？是，这你要只要有你的信息，就是没有设备好了，只要你跟人俺们去一核实，你看就能进了。好，谢谢您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练。高气势。张总还是有面。进门左拐。哎，谢谢。宇哥，44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我、靠！我那儿呢，西哥。我操！真气派。这一年多就建成这样，这个用的石头都是荷兰石，就是当时建酒庄。不是，它是从荷兰那边挖来的。就是昨天昨天那些地方，金山那边挖来的。金山那边石头，这没有这种土壤，土质不一样。这边的土质是什么土质啊？沙砾土质。沙砾土质。哦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那面湖泊，就是我们酒庄的西哥湖。然后也就是我们西哥酒庄名字的由来。对，然后它从上空向下看，酷似一只鸽子的形状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酒庄 logo 上半部分就是一个西哥湖的形状。哦，真的耶。然后中间西哥两个字，它是西夏文演变而来的。哦，就它像一个鸽子，没有，只有身体的鸽子，没有脚。可以看到我们整体酒庄的一个圆形。其实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，然后采用20万块荷兰石人工堆砌而成。20万块，对。然后我们酒庄的外围的建筑设计是请的水立方的设计团队设计的。现在我们脚下踩到的这些石头，其实是植物化石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到一些菌类植物，它就有这种植物的纹路。哦，植物化石。植物化石当地板，可以可以。然后现在咱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古代建筑中有不是喜欢建那种瓮城嘛，还有外圆内方，咱们就处于这个瓮城的中心。哦，这瓮，哦，哇！当路过时看到这一块有一块大的红色石头，其实这块红石头的寓意就是鸿运当头的意思。鸿运当头。对。鸿运当头。我们酒庄建庄没有当啊。5.1亿，5.1亿建造是吧？对，建造还有装修那些设备设施呀。哦，十个家底。那刚才一定要到后来同时是一政府，然后他授权给您下有200多个酿造出来。哎呦，还有哪里？这是荷兰那边的鹤顶峰酒庄。这是昨天那个后面那个，国旗的。这面可以看到，这块荷兰石在水面倒影上达到了视觉上的效果。其实这块荷兰石同时也寓意着黄河水西北风、荷兰山的共同孕育下，使得宁夏成为酿造葡萄酒的核心原产地。嗯，像我们酒庄的话，有20000亩的22年的老藤葡萄园，像现在你们看到这些是5000亩的新藤。新藤。对，像22年的老藤葡萄那个藤有这么粗。这里呢是我们酒庄的小商店。哦，商店。我们可以进。好。平常也会有客人在这里品酒。然后这边展厅就是我们贺兰红的展厅。喝什么？好。这一边展厅就是我们酒庄单元系列的展厅。它在我们酒庄上市的酒一共有3个系列：单元系列、贺兰红系列，还有我们酒庄的送子系列。然后单元系列3款酒就是我们酒庄高端一些的酒。哪个是单元系列？就是这3款都是。然后它的外包装都有一层包皮纸，凤彩系列是没有的。玉哥。对，而且他们的盒子，像我们神龙珠，现在是我们酒庄卖的最贵的一款酒，市场价是468元一瓶，然后现场认购价是398元一瓶。我好像喝过这瓶。它的包装，它有一个木盒的包装，特别好看，可以放在家里当摆设。嗯。很精致，送礼也是好。就是缺一个这么大的家。这个图用的是哦，对，这个图是咱们宋代画家皇帝一位陶鸠，宋徽宗画的一幅陶鸠图。
哦，对，他正好是也是一个鸽子嘛，我们酒庄就是鸽酒庄也采用了一副鸽子的话。老肖发过吗？是谁发的？老肖一眼认出宋徽宗。啊，我发的，因为我上次喝过。然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鸽子很肥，其实古代以肥为美，每年杀鸽的话都是那种肥肥的。宋朝也以肥为美。然后这个小凉台呢，就是我们酒庄跟新浪微博呀这些校友喜友发做的一些联名款。它的酒是我们酒庄的酒，它的酒标特别的别致。中国的什么奔赴？它是卖，它是卖奔赴。它是不卖奔赴，但是它就是奔赴是一个很。然后就说我们酒庄是要做中国的奔赴，是吧？嗯，就很多人说我们酒庄是中国的奔赴。智慧农业是我们酒庄的大数据平台，它可以通过手机实时观测到基地的土壤情况、湿度、温度。然后这里呢，其实就是我们酒庄的一个图书馆。是吧？我记得是。在宁夏所有酒庄最大的一家图书馆，这里的藏书有一万多册。当然，有时候有客人在这里喝咖啡呀、什么的，看看书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我们酒庄现在所有上市酒款的一个产品展示区域。这三款酒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宋彩系列的三款酒，这是宋彩桃红、宋彩甘白以及宋彩甘红。哦，它的对它的寓意其实就谐音着宋彩，宋彩的意思。哦。然后二八和五零就是指的是明码标价的意思，就是对外国际标价$28和对外国际标价$50，对的。是把价钱印在酒标上了。对对对。还有，其实二八还有另一种意思，就是年方二八都扣年方的意思。还有就是也会有游客说2828，夸夸就发。哦，很中国，很中国，很中国。嗯。辣椒水。然后这是一条我们专门为游客设置。这条廊道一共长度有176米。然后我们酒庄现在有两个发酵，一个发酵 A 制杯和发酵 B 制杯，然后目前我们这边有不同的。哦。我们贺兰红二二八和五零的哦，连泵都是装在这上面的哦，至少是那个35万的那个吧，嗯，也可能是20多万的，也可能是25万的那个泵，也可能是25万。哇，25万一个泵，这多少个泵？104个呀，104个罐。像我们这个发酵车间的地面都采用的是聚氨酯材料，它这个材质呢就有抗酸、抗火、清洗、可以防滑的功能。哦，这个发酵车间就相对于旁边的发酵车间，这里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发酵的。然后这边你们是做精品酒吗？对。然后可以看到，你面前可以看到这个小的发酵罐是7.5吨的，向后是10吨的，然后后面是15吨，一次还有30吨的。像旁边的这个大罐，还有最后一排那个大发酵罐是180吨的和120吨的发酵罐。其实超过100吨的罐，它是都是用来调配酒和啤酒的。然后这条机器的话，它一个小时最多可以生产出3000瓶。哦。这个设计和规模就让我想到了多音，就是那个多音那个灯塔，就是这样的完整的。飞机公司，这就是它让你在这上面走，你不用干扰它。你看这个牌子都是橡木做的。是英文那块儿吗？哇！哇！都是钱呀，嗯。这里一共有28.5吨的大桶。那这个大桶是哪里的？也是法国桶。也是法国桶。它都是法国桶。法国很少用大桶。大桶换吗？还是大桶一直用？也需要换，它用的时间可能比小桶时间长那么个几年。这有多少个桶？大概3000多个，一个一万，这个一年买30个都已经一个八九千的话，你这算一个桶1万吧，3000多万吧，你这些愚蠢的穷人在这算什么？